各位线上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桃园的玉珠。首先，感恩导师，感恩营运长，感恩主持人美柱姐、昭智姐，给我这个机会学习分享。感恩我的接引人，不断的支持我、鼓励我，用一首导师的歌来形容我现在的心境，感激。来到这里，生命出现奇迹。我歌我泣，这一生有了意义，满心怀着感激，生命奇迹就在这里。千言万语化作感激，感激超级生命密码，让我改变了生命地图。我现在开始分享我与超马的故事。我是在108年的时候。我开始觉得我身体不舒服，那我的症状是脖子会酸痛，背部会痛，脚走路无力感，我经常感到疲惫。在上班的时候，我都会很想睡觉，无精打采的。我就在骨科、复健科做治疗，整整做了一年，热敷。还有拉脖子、电疗，用机器点背部的穴道，可是这些始终都没有改善我不舒服的状况。我的同事就劝我说去健康检查，就说：“玉珠啊，你身体这么差，你好好的去健康检查，请个假。”我也不听朋友的规劝，我就是死爱钱，拼命的赚钱。觉得这可能不是什么大病吧。后来因为我觉得我胸口痛了，我就要求骨科的医师帮我照胸部 X 光。一照出来，骨科的医生就跟我说："你胸部有阴影，可能是不好的东西，你要赶快去检查，不要再拖时间了。"我心里就开始害怕。检查 X 光的这一天，刚好是我51岁的生日，我心里好难过。老天爷怎么送我这一个大礼？一下子失去了健康，失去了工作。隔天我就到了省桃检查，住院了2周，做了很多检查。医生始终不给我一个明确的病历，我一直在等报告。医生怀疑的跟我说，可能是热膜间质癌。这是什么怪病啊？我不相信医生的，给我这个判定。医生甚至帮我挂了精神科，叫我跟心理医生治疗。我也跟他说。我没有病，我心里没有问题。后来我就转诊到长庚治疗，确实我的病历是罕见疾病，10万分之一的几率是胸腺癌，而且已经来到了第4期，已经影响到我的热膜，肿瘤有5公分，是没办法开刀的。心想第4期了，已经末期了，一下子检查就到了第4期，晴天霹雳！我可能生命有限，也活不久了，心里好紧张，好害怕，回去就痛哭。我就赶快把保险的资料都过户给小孩子，心想有什么万一？把重要的事情赶快办一办。在7、8月开始，我就接受了化疗，还有放射治疗。在去年的9月，我因为保险理赔的关系，认识了我的接引人，因而和超级生命密码接上了源头。第一次接引人把超码书拿给我的时候，
告诉我这本书可以当睡书，也有很多癌症的病患利用这本书的方法病都治好了，心想这么神奇，不就一本书可以把癌症治好？我不相信，那我也是实验看看，把书放到枕头下，反正我也是睡不好，噩梦连连，放睡书之后睡眠品质真的有改善，不会再做那些奇奇怪怪的。我也没上班，一有空我就开始读超马的书籍，还有在 YouTube 里面听歌。只要是住院还有化疗的时候，我都会和隔壁的病床分享书籍还有音乐。在去年十月的时候，我突然呼吸很喘，被送进了急诊处。我就被医护人员推来推去，推到了厕所旁。急诊处就像人间地狱一般。后来我进了普通病房，整整14天。当时负能量很强，一直来讨报，高烧不退，烧了又退，退了又烧。我好想回家哦。又一直发烧，无法出院，又一直检查不到是什么原因让我这么喘。我一直带着氧气维持呼吸，这时真的体会到生命就在呼吸间。后来因为我的接引人打电话给我来关心我的状况，才知道我住院。我问他我该如何度过这一关。我的姐姐是一贯道的，也拿了经书给我念，我也是念不下去，因为我也走投无路了，我就自己实验。于是我在病房开始做了第一次的步骤1、2、3忏悔发愿。虽然我那时候没有淡淡机，我早晚真诚的忏悔发愿。到了第14天，我顺利出院了。天地可能有感受到我的真诚，暂时借了我信用卡，把我这一命保住了。那时我因为身体很虚弱，我也无法做外功。我的愿力是先注印，还有上课，因为那时候听音档，有听到说有人发愿力是上课，于是我出院后，我就按照我的愿力开始去上共修课。因为桃园教室的共修课在2楼，我当时还有一点喘，我就慢慢的爬楼梯到教室。因为我也有做支气管镜检查，上课的时候大家都在唱歌，我喉咙有点受伤，我也只能静静的听。那我很感恩我现在有声音可以在线上跟大家分享，很感恩我的声音有恢复了很多。每次上完共修课的时候，老师会在最后带太阳心法，是我最期待的补充能量。我在太阳心法中设定自己身体健康。在这次紧急住院后，我就开始了共修课、精英会还有分享会，补充能量。后来接引人也有邀请我参加音乐会，从这次开始我就受到了天地的祝福。12月28号的时候，第一次的断层报告出来了，我5公分的肿瘤已经不见了，热膜也恢复 OK 了。医生也很讶异，就说再确定一下好了，怎么这么神奇一下子就没有了。于是他又安排了隔月再做一次更精密的分子检查，检查报告出来也是肿瘤没有看到。
那我现在总共做了5次的断层检查，肿瘤都控制得很好，都没有看见肿瘤。虽然我现在肺部有点受到放射治疗的副作用，可是我的状况都很稳定。我每天早上可以运动2小时，还可以小跑步。我相信我在超马继续的好好学习，如法实修，把钱债清完，我的日子就会好过一点。回顾我这一年在超马的最大收获，透过步骤一二三，第一个就是让我罕见疾病的胸腺癌度过生死关，然后第二个我5公分的肿瘤不见了，内膜也恢复 OK 了，然后医生本来要安排化疗6次，变成4次。然后医生原本建议我要免疫疗法，我也没有用上，省了很大笔的费用。那个免疫疗法至少要花上100万，所以我也省下了这笔费用。我开始有了笑容，不再哭泣。以前我的接引人来找我的时候，我都是哭哭啼啼的，泪流满面。感恩天地，感恩天地让我有重生的机会。也请线上的新朋友，要心门开，福就来，把心中所有的挂碍都放到垃圾桶，刹那间化作云烟，随风而去。相信超马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难题有解。以上是我的分享，感恩天地，感恩宇宙，感恩爱。祝福大家喜乐丰盛，幸福报到。